艺术节的这个十二个表演团队啊，我们主场的这十二个表演团队所呈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应该不会有人再说台东是艺文沙漠。掌声！在几年前，包括我上任的第一年，我想我们很多外地的表演团队看待台东还是用不一样的眼光啊。我想各位心里面可能都有这种感觉。两年多来，我们努力啊，在这个上面去耕耘，投注了一些资源。那么也非常感谢表演团队们这么样的来支持台东。所以我们从第一年推出的台东艺术节啊，那年吹得比较仓促，民国一百年下半年开始，我们有四档的节目。同仁的心情非常忐忑，虽然那个票价定的都已经是你们看来都已经是很离谱的低了啊，同仁心情都还是觉得县长真的很怕那个票房会很差啊。我说我们就是要努力，就是要推啊。所以从那一年第一年的四档戏到101年。我们增加到8个节目，到今年12个主场的节目，其实如果加上明花园，我们买一场，它另外再附加3场，总共就有15场的节目，这是主场，还有我们很多其他在地或者是其他的表演团队再加上来，其实整年台东的演艺厅是满档的，基本上你如果不早一点来订，很难订到我们的演艺厅的表演。那我也跟各位讲，99年，我上任的第一年啊，99年，因为我们的演艺厅在进行整修，所以那一年没有安排太多的节目啊，很难去计算它的进场人数。不过以往台东的演艺厅大概进场人数大概一年就是1-2万人吧，啊，那在99年啊，我们100年我们推出了这个艺术季的活动之后啊，那一年我们进场人数就已经到达100年，我们是到达12万人啊。如果扣掉了我们在里面放电影的啊，我们参观艺文的人口有6万多人，100年那一年。那到去年101年，我们进去买票进去看我们的节目的已经超过7万人。7万人次，各位，全台东县的人口不过22万人。如果台东市，就是我们所在这个演艺厅所在这个范围，常住人口不到10万，那我们这样的进场人数有7万多人买票进场，我们在去年订票价订这么低的情况之下，啊。我们演艺厅的收入竟然突破500万，这是在台东是以前没有办法想象的，在台东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我相信这个有几个团体，这个在过去常常来到我们这边来的，现在应该对我们比较有信心的啊。去年朱宗庆也是爆满。现场还有很多人想去买票，已经没有办法了，对不起啊。这个明花园，刚刚讲明花园，明花园也是爆满，所以明花园这一次我们邀请他礼拜六晚上，他自己留下来，礼拜天再加演一场，自己卖票，然后接着另外再有一段时间后再来自己再来演2场。我想明花园对台东的市场是有信心的，我们也谢谢明花园。在8档里面哦，我如果没有记错，大概有4档是真的，一票难求。那其他基本上都还是在80-90%往上。所以，台东的这个艺文人口，在我们2年这样子的努力之下，其实已经渐渐培养起来。那我们今年还投入了更多，我们今年
除了这个采购的预算我们持续在增加之外，我们今年也编列了预算，准备去买这个1274的Stanway这个但是我们有一位议员啊，说县政府太浪费钱了，已经有一台钢琴了哈，怎么还要再买？因为有时候很难跟他讲说不一样的啊 ，C 级的跟 D 级的就是不一样啊。可能拜托有需要的时候，请各位去跟他说明一下哈，不然老在找我们文化处的麻烦，说我们这样子浪费，有了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再买啊？那不过我想，我们也这个在正在进行这个采购的程序。希望赶快能够这个在我们这个这一季的艺术季当中啊，尽快进来，让我们很多今年从国外请来的团队，我国内外的团队，但是需要用到钢琴的时候，都会能够有一个新的钢琴，符合标准的钢琴来让大家使用。我们台东的演艺厅受到很多表演团体的肯定啊，虽然它是一个比较老旧的这个演艺厅，但是我们经过我们努力的这样去维护整修，然后我们也充实。这个里面的这些设施，所以它的音响的效果其实现在应该是会越来越好然后我们台东的观众，老实讲，表演过的人也都非常的赞赏该安静的时候安静，该鼓掌的时候鼓掌，该笑的时候笑，该喊口的时候喊得很大声这个就是我们台东观众的特色那么，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会持续来努力，让我们台东的这个艺术的节目那么都能够更加的充实。我很快的再来，再来把我们这次的这个节目说明给我们的媒体的朋友知道其实我们现在售票系统已经非常成熟了网络购票可以透过两厅院的这个系统，然后传真也都可以那么这个是。一般的票券跟套票的优惠票都可以透过这样的系统。那现场购票当然是我们对身障的朋友或者是学生团体优惠的这些都在现场服务台可以购买。超商的购票的话请大家特别注意7-Eleven跟莱尔富，那么这个只卖一般的票价，就是说你如果是优惠票的话，目前还没有办法在超商购买，我们还在努力这个建制的更完整。那么套票的销售，我们就是希望鼓励艺术季，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能够多买套票，那么享受这样的一个折扣。